其实不只是男歌手有过洗剪吹的过去，女歌手同样如此。头上顶扫把的，带龙须的，拼成彩虹的，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他们都尝试过。借我一生尊严吧，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。方便面头、菊花头、电母造型，这首歌里的造型真是让人看了惊心动魄。而他的导演竟然是著名演员张国立，难道是因为当时男女审美的不同，才会让那英也有了一段菊染烫的历史？不过有着如此经历的又何止那英一个呢？为什么闭上眼吻的吸引伴侣，希望他会是你？为什么遇见两人的美景时，希望身边有你？时间地点，我忘了跟那夏天说再见。